第35题，维生以干电池伏特剂及安培剂测量电阻器的电阻如下图所示，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伏特剂的正端负端和安培剂的正端负端应分别依序介于图一中电路的甲乙丙丁点。我们晓得安培剂要串联，伏特剂要并联，而我们必须要正接正负接负，电池的这个有凸起来那叫做正，所以安培剂要串联，所以安培剂的正端要接在我们的丁，那么伏特剂的正端呢要接在我们的乙啊，所以呢我们的正端是接在乙跟丁的，而不是依序接在甲乙丙丁上，所以选项 A 是错的。选项 B 测量结果的电压跟连电流所示，电阻器的电阻为9欧姆，我们的公式是 R 等于 I 分之 V。那我们看到这里的电压测出来的是6伏特，我们的电流测出来的是2安培，所以它的电阻值应该是3欧姆，所以不是9欧姆，所以选项 B 呢是错的。那么线路中每个电池提供电压为3伏特，这里呢出来的是6伏特，而它是两个电阻电池呢来串联，串联的时候电压是相加的，所以6就是不知道加不知道，两个不知道等于6伏特，一个不知道是3伏特，所以电池的提供电压是3伏特是对的。选项猪说，我们已知电阻器为金属导体，若改变电压，当电压读出3伏特时，流经电阻器的电流会变成3安培。说它是金属导体，就是说它遵守欧姆定律，电阻为定值，电压跟电流成正比。现在我这里是6伏特的时候，出来的是2安培。那么如果我的电压变成3伏特一半，那么电流就要变成一半1安培，所以它不是3安培而是1安培，所以选项猪是错的。所以题目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我们答案选的是 C， 线路中每个电池提供的电压为3伏特。